老爷，你吃什么呢？这么香呢？我在吃包子呀。啊，给我一个包子吧，老爷，我也想吃。你这个小馋狗，我一猜你就得跟我抢，幸好我有准备。看，这可是我给你带回来的狗肉馅的包子。嗯，那不吃呢，老四。你不想吃包子吗？啊，老四啊，给你啊，老四。哎呦我的妈，干啥呀？给，吃包子呀，老四。我问问你们俩啊，你说这个营养膏先给谁吃？啊，先给弟弟吃啊，先给姐姐吃啊？你俩咋这么聪明呢？啊，来，老大，奖励老大，啊。知道谦让就是好样的啊！还有老四，知道谦让就是好样的啊！哎呀，老四真听话啊！